屌的，完了，今天打不完的。你没介绍一下？要拍我？我在斗六观光夜市，听说好像是新的，是第一次来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好像假日听说会更大。你是不是想玩游戏？对，去找游戏玩了。我想玩，我想射箭。有射气球，你要射气球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飞镖的我不行。那你有？那个是飞镖。这个我不行，这个我要用枪的。你要用枪的，好好好。你们这都可以开走。对。超屌的，完了，今天打不完了。